接下来呢，我们红白大对抗真的要开始对抗了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出场的就是号称全逢甲最热情的音乐性社团。听说他们每天中午都散发他们青春校园的味道，就让我们掌声欢迎逢甲情韵吉他社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逢甲情韵吉他社。我们要宣传一下，在10月28号的时候，有我们的社烤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烤肉哦。在他们还在黑的时候，先介绍一下乐手。 我们带来这首《零距离》。 加手、加红、绿茶、非洲鼓、招胜、卡后、剑佑、灵鼓、米奇、卡巴沙、利平、贝斯、青翼，我们是逢甲情韵吉他社。
谢谢我们吉他社为我们带来第一段精彩的表演。